当太阳入眠，星星眨眼，记忆开始倒转。那年夏天，眼前慢慢浮现你微笑的脸，悄然拨动心间回忆的线，不能忘。奔跑时相伴不遗憾，曾携手向前，时光匆匆斑驳了容颜，无法改变那年的诺言。如果时间有脚，跌跌撞撞向前，拥抱爱是蹒跚却勇敢。时光匆匆斑驳了容颜，无法改变那年的诺言。如果时间有脚，跌跌撞撞向前，拥抱爱是蹒跚。都这么晚了，还带我们去哪里？停！这里就好比是一个大染坊，各位新生就好比准备被染成不同颜色的布，但请务必记住我们原本的颜色是什么。这所大学有着大家可追逐的梦想，我们每一位前辈都欢迎大家开启新的人生，步入新的大家庭。说他的贝斯也很好。太酷了吧！
รักไปและเขาก็รับฟัง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ทุกถ้อยคำเหมือนความฝันแต่ฉันเองก็ไม่อาจแน่ใจว่าพรุ่งนี้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จะสุขหรือสานเศร้าจึงวอนขอดาวให้ช่วยบอก为什么我们学院都没有一个帅哥啊？帅的都到别的学院去了，无聊死了。要是我们也有陈寻那样的人，说不定我们学院能活泼点呢，你说呢？又帅又厉害，保证每天都来上课不缺课，是吧？要我说，陈寻他标准啊，肯定很高。方茴，啊，走吧。嗯，我先走了。我的天哪，需要咨询什么吗？我们是来看朋友的。是啊。那你们先去那边填表，身份证带了吧？啊，带了。是。然后你们等着关于探视的答复。不能直接探视吗？不行，违法。大哥，我们就一会儿。就一会儿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超级想他，就看一会儿。不可以。大哥，那你去跟他说，让他来这里见我们一会儿，真的就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打表吧。还需要身份证。小乖乖，你能不能别动，别歪脑袋，不然不对齐。痒痒啊，要变美还真是难，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多步骤，麻烦死。琳琳，你再这么寡淡下去，我保证这几年肯定啊都交不到男朋友。那好吧，都涂满，要美美的。好的。要是碎了的话，碎了，你看，那我买新的陪你。怎么买新的？这是限量的。别对我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留着骗你的蠢男人去。可以，够了，别吵架。我的粉饼碎了。我想回家了。只是吵架而已，不是吗？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？在我们关系变好之前，也经历过很多事了，会好起来的。现在已经是不一样了，可以自由的生活了，这不就是我们需要的吗？干嘛？就想亲近你。小心被人看到。
哪有什么人啊，方茴。还是先不要了吧。陈寻，快来！你在干嘛？都说这东西很难打开。这是什么？我妈妈的辣酱，自家做了卖的，我从小就没打开过。给我吧，我帮你开。你能行吗？我等着瞧哦。你看，可以了，谢谢了。我尝尝。很不错。你什么星座的？双子座，怎么了？双子座的男生啊，人家说谦虚，但实际上可傲慢了。哦，原来你是占卜师。来啊，你接着猜。双子座的男生啊，爱玩啊，幼稚，不喜欢麻烦事。瞎说嘛，你就不信吗？把手拿来。干嘛？你是没算过命吗？左手。怎么样？你这个感情线看起来啊，困难重重。真的吗？瞎说吧你，我有女朋友了，交往很久了也没见有什么困难。谁啊？就这个人啊。行吗？是不是一样美？摆好姿势，摆起来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谢谢了啊，还以为要回去练一下拉拉队操。吃饭了。吃点你妈妈的辣酱。吃吧。知道你妈妈叫笨亮了。是不是很适合？哇。祝福人饶云我哥在身外。祝福人饶云空我哥在身外。今晚月亮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皎洁？月亮圆圆的，白白的，又细腻，特别棒。我在看，你在看哪栋楼啊 ？B 栋第四层。我也想看，给我，胖子，给我看看，快点。真是扫兴。B 栋第四层。对啊，我看看啊。哇、哦，怎么样？我的天哪！啊，我都说了，有三个人，特别棒。他们在干嘛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吓死人啊！吓死人了！你这样静悄悄过来，会吓出心脏病的。哎，你要不要看？我们在试新镜头。我看看。先给钱。吸血鬼啊你！这玩意儿很贵的。拿去，可以看了。试试看。我就告诉你，特别棒。我话放这儿，超棒。你看 B 栋第四层，
怎么样怎么样，快说。什么都没有，拿你东西走。怎么会？行行行，我们接着看。B 栋第四层还是一如既往。喂，你是不是偷看我？哦，从哪偷看？我是来帮忙的。不用，我可以自己来。过来，帮个忙。不是说不让帮吗？转过去。拿到了。这一幕好像爱情片里。你笑什么？要是手摔断了怎么办？我是真的摔了，不是装的。还是你真是这么想的？疯了吧，谁会这么想啊？不开玩笑了，谢谢你帮忙。没事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谱子飞走了？嘿，我忘了约了高欧了，回头见。你回去吧，啊，都拿好了啊，下楼吧，大家去了吧。回见。那给你。给我拍照的吗？嗯。啊，还是不要了吧，我不会摄影啊，要是把胶卷给弄坏了不是白浪费了。行了，你拍吧，这样我们就有共同点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摄影？为什么？第一，很帅。当我挂着相机准备去拍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看到自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酷，所以我就很喜欢。好吧。下一个呢？第二，
当我拍照的时候，我就想去旅游，去好几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两个可以去环游世界，然后拍很多照片。这个好。第三个，你就会永远有好看的照片留下来。嗯，真可爱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不过我觉得呢，没过多久你就会觉得无聊了。哦，为什么？最容易觉得无聊了，一会儿换一个，一会儿换一个的。嗯，可能是因为我是双子座吧。你居然还知道星座这些事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有朋友跟我说的。谁啊？嗯，叫艾恩，在法学院。这个人啊，遇到我的时候总喜欢问这问那，问你生日什么时候，是什么星座，这样，也不知道可信不可信。这样吧，我们两个一起去算算命，这样就可以问一下，要是我们俩结婚了，先有儿子还是女儿？不要。为什么？羞死人。哎，问什么儿子女儿的？要是有儿子，从小就让他学吉他，还教他摄影。哎，还偷拍我。拍到一张。嗯，得到第一张了。对呀。好不好看？我等着看。等着看好了。哎，高欧，你说陈寻的女朋友会不会带朋友来啊？哎，您礼貌点啊，兄弟把女朋友介绍给我们认识，不是带你来相亲的。你真是的，你都不知道就是这个时机最容易下手。嘿，哎哎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。哦哦。什么呀？我带你来看看我朋友。来。哦，你看他，难怪女朋友这么可爱，陈寻一天天的魂不守舍。哦，这么会说话，想吃什么我请客。不错不错，兄弟。啊，来啦。我就说留女生一起来，我帅吗？可以啊。哎，贪吃鬼！甜甜圈精？什么？贪吃鬼和甜甜圈精打起来了吗？你们认识啊？撒谎！啊！吃吧，这么喜欢甜甜圈，你就每一局都吃吧。加油吧，好吃吧？特别好吃啊！好吃吧？很喜欢吗？我是你兄弟吗？这样才有才。你是我兄弟吗？什么？是不是我兄弟？我还是你兄弟，但是这次我叫林嘉茉。加油吧！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来，再来。他说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啊？是啊。撒谎。哇！哦哦！是吧你？这次你就把这一罐子吃了吧。吃进去，吃进去。我不行了，帮帮我。怎么样啊？你就不该去先惹人家。你们少来，居然还帮着来骗我。不过我觉得陈寻女朋友的朋友真是够破了，我看这种女孩子找男朋友还不难上天啊。你等着看。干嘛？
我要当林嘉茉的男朋友给你看，你等着瞧，等着瞧。我呸！你先顾自己行吧，都出下风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受不了了。我是疯过，吃料好了，给你带了甜甜圈。干嘛啦？不要。哎，不是你喜欢的吗？拿着吧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玩的什么？一点都不好笑。我喜欢你，从这一秒开始，我要追你，林嘉茉。要追我？是啊。那从这一秒开始呢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，我不喜欢你。哎，但是我喜欢你啊，你不喜欢我是你的事儿，我要追你了，好不好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警官，小心后面，在你后面。喂，什么呀？不要了，不要看了，快关掉。害怕吗？怕，怕今晚都睡不着了。不要了，不要看恐怖片了。行吧，行吧，我关掉了，关掉了。快关掉啊！不要看了，你关了没？关了。陈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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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，方茴？没准备好。要等到结婚吗？你不跟我结婚吗？结呀，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是正常的，没有那么恶劣。但我觉得太早了。还早吗？我们交往很久了，方茴。
我觉得还是早了点。陈寻，你生我的气了吗？你要理解我。算了吧，方茴。对，下周我和朋友出去玩，你也一起来。下周我跟爸爸有约了。你别这样，又生我的气了吗？你别觉得我像你一样啊，因为一点点事情就生气。我只是觉得出去玩你不在，我怕会寂寞。那我们就写邮件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很晚了，我先回家了。年轻人，我们都好奇，但也害怕之后的后果，想靠近，但又不敢触碰，犹豫，担心，让我们错失了珍惜和最美好的事物。我觉得我是被下蛊了，自从我见了林嘉茉，其他的漂亮姑娘都是过眼烟云。居然到这个地步了吗？太夸张了吧你。林嘉茉你就别想了，我这个朋友已经被预定了。为什么呀？还没结婚我有权利追不是吗？就是喜欢知难而上，这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骂谁呢你。哎，不过我支持你，我觉得你肯定行，相信我。不过你这颗鱼丸我要了啊。你就是想吃。这个好吃啊。你自己的饭都没吃完。更喜欢丸子。姑娘，哎，查克，吃饭啊你。我还想喊你一起吃呢。你是真想邀请我还是开玩笑的？
每次都被你发现。下次一起打球啊，叫上你朋友一起。行啊，回见了。查克呀，坏人！你看那个姑娘，太赞了。每个都很好，这个是最好的。他真是太花了，你看，换女朋友不眨眼，秒杀在座各位，睡酒店比睡家里还多。又瞎说是不是？花心大萝卜，太辣了。想要啊？想要他女朋友啊？冷静，吃饭。先吃丸子。吃不下了。安安，啊，还不睡吗？嗯，等一下，我下去找你。哦，好啊。来真的吗？你怕了吧？谁怕了？没有的事。你要回去也行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后楼的鬼故事啊，全是瞎编的，前辈告诉后辈的。全是骗人的。嗯，是长大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去证实一下。嗯，怕了没？只是后楼而已，谁会怕？嗯，那就一起进去吧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个楼是100年前建的，这些雕像也放了100年了。也没什么，都是些旧东西。哎，好玩吗？哎，冷静，好凶啊。没见有什么。嗯，这个是雕塑，
那里也是雕塑，那个也是雕塑，可怕吗？一开始就没说怕。继续吧。有什么可怕的？这个也是雕塑。这些孩子都不肯睡觉的吧？是什么？是鬼还是人啊？啊，保安大叔啊！哇，那你跑什么？啊，你跑我也跑啊！刚才受了点惊吓。不是胆小吧？谁胆小了？只是尖叫吓到了。嗯。干嘛？没有，嘲笑胆小鬼。那明天一起吃饭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那明天见啊。嗯。别胆小啦。谁胆小？这个人绕眼我搞在身外，这个人绕眼空我搞在身外。去吧去吧。这桌吗？嗯，你好。谢谢谢谢。啊，拿去看。好，谢谢。好看。还是要哪个呢？嗯，这个看着也好吃。嗯，这个。想吃毛豆。高，嗯，要吃饭的人就是要请客啊，对吧？嗯，我来就好。真的吗？啊，你要吃什么就挑，我来就好。姐姐点单，那我就点了啊。好好，那要生鱼片套餐。好的，生鱼片套餐。还要，生鱼片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饭团套餐。好，饭团套餐。你刚才是想要什么？毛豆。啊，日本毛豆，毛豆日本毛豆一份。好的，需要什么饮料？都可以。绿茶吧。嗯，要冰绿茶吧。好的，冰绿茶。好的，我重复一下，一份生鱼片，一份饭团，一份日本毛豆，三份绿茶。是的，谢谢。还要加点什么吗？没了，这些就行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吃不饱吧？再看看。啊，就吃一点。哎，高，这个可好吃了。这个吗？日本毛豆。对，吃。怎么吃啊？抓住捋下来，撸下来，嗯，用牙捋。哦，好吃吧？特别好吃啊！啊，跟你说了，超级好吃啊！啊，吃吧，吃吃吃，再吃。曼谷的好吃东西也太多了吧？啊、
特别好吃。你觉得这个好吃吧？嗯，我还有更好吃的。是什么？你看这个毛豆很好吃，是吧？我还有一个。什么？这个，就是这个最棒的。这个人家叫日本毛豆，对吧？日本不是很科技就很发达，对吧？所以人家就用这个日本毛豆碾碎，这样吃起来就方便，而且还可以跟生鱼片一起吃。你看我特别点的，哦，你看狗吃法很简单，这个是鱼片对吧？啊，这个是吞拿鱼，但是吞拿鱼味道一般，你要加日本毛豆进去。日本毛豆，对，来点日本毛豆，给鱼肉增味。哦，特别好吃。但你现在先别吃，你要拿这个蘸点酱油吃，就是这个黑的酱。就是这个对吗？啊，吃吧，试一下。试一下，特别棒。哎。哦，哎，好吃到眼泪都流下来了吗？特别棒，陈寻。怎么样，味道？我的天！还行吗？行吗？你就说特别棒，怎么样？现在我们来看这一场。泰国加油！泰国加油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其实踢的还是可以的。哎，需要一定配合。防守很好啊。嗯，泰国加油！泰国加油！胖子安静。还喊呢？我正在加油呢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过过过！加油！射门射门！哎，哦，哎呀，这个球都接不到。必须要赢啊！黄牌，黄牌，都推人了，推人了！哎，加油，泰国！加油，泰国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汤姆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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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汤姆萨上！射门，射门！加油！给方茴，一周了，特别想你，想亲亲你。这个是我想去的。哦，是啊，一起吗？哦，方茴，你回来了，玩得开心吗？挺好的，来，给，啊，给你们带的点心。哦，谢谢啊。什么呀？可一，方茴送的点心。嗯，看着挺想去的。嗯嗯嗯，想去吗？挺美的。翘课去吗？不了吧。早去吗？想去就去。哎，这个看着挺好吃的，这个应该可以做，挺容易做。
你为什么不开机啊？开了呀，但是没有信号啊。为什么你联系不上我，不写邮件呢？试一下，尝一尝，肯定好吃，我告诉你们。哎，很不错啊！我都说了让你相信我。可以了，信你了。嗯，好吃。不一起吃吗，陈寻？都好了。你们吃吧，我没心情。你怎么了？方茴生我的气了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哄。嗯，有什么难的，你就哄吧，女人会心软的。嗯，难怪林嘉茉要避开你。少烦了，胖子，吃你的吧。要是我就给他买个好点的礼物，要不然就带他去豪华的地方玩玩，让他难以忘记。哎，你把火关小点。我想到了，胖子，谢了啊。你要去哪儿？你不一起吃了吗，陈寻？来，我看看都有什么超赞的音乐会。爱在一起音乐会。那我们社团都只有女生，今年我们这里有新加入一个男生，欢迎新社员。好了，我们围成圈吧。林嘉茉，这个新社员就麻烦你了。那就拜托了。变态，还跟到这儿来。哎，别暗恋我哟。疯了吗？站远点，站在这里怎么跳？行行行。要跳了吗？你这么急就先跳啊。在等你呢。腿很漂亮啊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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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在这个乐队里唱这首歌吗？那个吉他手发型特别帅，嗯，喜欢带女生来这儿。哦，是吗？坐那个角落。那很好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要跟你说一下，明天喜欢来这儿坐坐。好，你继续。那我再来一次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还是不错的，可以，谢谢。但是歌曲跟店不符合，
哦，哥啊，不过我去了很多家店，也是去试唱，我觉得你的店是最好的、最潮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装潢这么好的店。是的，我觉得挺适合的，哥。那这样吧，哥，我还会摄影，我帮你的店拍照做宣传，让我在宣传部也行啊，拍照这种我都可以，哥。哥，我做什么都行。行，你确定吗？是。